男嘉宾李永生35岁，来自天津，心理咨询师。女嘉宾王祖红36岁，来自山东，自由职业。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啊！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李先生给搀扶上来了啊。欢迎你啊，李先生，平常都谁扶你啊？平时都是我爱人扶我。打小就在就认识是吗？我们从小就认识。哦，从小就认识，是邻居还是？嗯，同学。李先生，你这个视力障碍是怎么造成的呀？我在10几岁的时候出了一次意外啊，小伙伴们一起玩特别调皮，嗯，然后呢磕在那个地蹦上面，嗯，右眼当时破了，左眼也失明了。最后他在失明之后来到天津，然后我们就没有联系了。后来我来到天津工作之后，我们又联系上的。哦，这个我听那个小片里面说，大概有一个词叫梦想，是吧？嗯，这个梦想好像要跟家庭又支撑在一起了，是有冲突了，是吗？对，是的。那谁来说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梦想？怎么就跟你们的婚姻生活冲突了呢？就是他太注重自己的理想和梦想啊，他一直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演讲师啊，在这方面他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加起来已经有好几十万了，他也不顾及我的感受啊。嗯，是演讲是要学习还是怎么？要花那么多钱？因为要学习啊，学习的时候他花很多钱呢。嗯，就是前年来说吧，我们家就还有10000多块钱的积蓄啊。然后他告诉我他要去学习拿这些钱，然后还没等我同意，然后他就把这份钱拿走了。嗯，他拿走了我挺生气的，因为那时候过得十分拮据。大人我可以将就，但是我们还有孩子。哦，还有宝宝。对，两个孩子。宝宝多大呀？嗯，一个是12岁，一个是9岁。那个时候孩子最大的才7、8岁吧。哦，4、5年前的事儿了。对啊，就是他为了学习这个，把家里仅有的10000块钱拿走了。嗯，他拿走之后，我当时心里面特别没底啊，因为别的家长给孩子都报什么补习班啊，以及各类的特长班，嗯，但是我那时候那处境那种尴尬，没有办法给孩子报补习班。哦，所以孩子到周六周日只能自己在家学习。你们家的钱是谁管啊？所有的钱都是他在掌管。因为那次呢比较特殊，国外有位专家是心理学界的，我崇拜他好长时间了，好多年了。然后呢他是第一次来咱国内办课，我2个月之前呢都得到消息了。嗯，但是呢因为当时家庭那点钱我也知道，一直纠结一直犹豫，但是不去吧心里就过不去，去吧暂时家里边向他开口，确实我也开不开这个口，然后带家有俩孩子。当时呢就是开课前2天，有同学都过去了，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老师来国内第一次，然后年龄也不小了，以后来不来还不知道。我一想就下定决心了，因为这次学习也可能对我的工作、对我的学术都能再上一层楼。嗯，我把钱呢就跟他商量完了，我就拿走了。嗨，这个事儿不太好说啊，咱们不说对错，对吧？嗯，反正已经发生过了，但是这个事儿在妻子心里可能是一个小结，是一个疙瘩，对吧？是的。对，前几年吧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借钱，然后我的朋友正好也借钱，都赶到一块儿了，然后他都把他的钱拿去借给他那个朋友了，但是我这边我就没法给我朋友交代。为什么呢？因为我朋友以前也帮助过我，嗯，帮助我之后，再一次他说需要钱的时候，我没对人家进行帮助，说实话我心里边挺愧疚的。嗯，因为那事啊他是有点特殊情况，我的朋友找我借钱在2个月之前都告诉我了，2个月之前告诉我要用钱，因为他提前告诉的我，然后我肯定把这个钱给我的朋友，因为我的朋友本身真正特别特别贴心，特别天天那么关怀我的朋友不是特别多啊，我特别珍惜相当不错的几个好友。嗯，再说也注重一个信誉，如果他的朋友在之前告诉我，我也可能毫无保留一视同仁把这个钱也会让他的朋友拿走，他有个顺序。行，明白了。但是可能妻子心里就特别不舒服了，你会觉得他有点自私，对不对？不顾及你的感受，对吧？ 是这样哈。但是李先生可能觉得说，哎，像我这个情况，我本来朋友就少，这个又曾经帮助过我，是吗？嗯，我问一句啊，你那位朋友后来把钱还你了吗？还了。那真朋友啊，这个确实是手头紧。嗯，咱们这个财务上的事儿就不说了吧哈，就是跟这么一个视障人士在一起，生活应该要付出的特别多，是吧？嗯，女
你要是说付出多呢，就是因为两人走在一起嘛，都是相互扶持的。啊，这个钱本身就是其次的，因为我们从本来就是从两个人到从一无所有到会到走到现在。嗯，但是。他太注重自己的事业了啊！虽然我也支持，但是他有时候对我们家庭太疏于照顾了。前段时间吧，我和孩子都感冒了，嗯，然后呢，当时我自己真的特别需要照顾，再加上孩子也感冒，看着孩子难受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着急那种感觉。然后我想，你既然不能照顾我们，那我打个电话，寻求一下心理寄托、精神的安慰吧。然后我就给打电话，打了好多次，始终都没有打通。我那次我是在外地呢，给人讲课，手机呢的静音关机。嗯，在做咨询做到一半，如果来手机了，肯定影响咨询效果，也对我们的来访者完全不尊重。讲了一天，一看这个手机呢，哎呀，好多未接来电，因为我那手机都是装的语音读屏软件啊，它能帮我读，一听叽里咕噜有好多这个未接来电。然后是家中的电话，我一想可能有事，为嘛打那么多来电呢？我打过电话回去一听呢，他也感冒了，孩子也感冒了，我内心当时也是腾也得着急了，也上火了，也特别难受，因为正是晚上，大约是午夜零点左右，我一想这个点了，我飞也飞不回去啊！一想到他在家给孩子那个场景，都感冒了，大人孩子都发烧，没人出去给买药，没人出去请大夫，一个人在家那种孤苦伶仃的感觉，内心也是特别痛苦。所以说呢，转个天了，天一亮呢，我就直接都回去了，买了第一班那个高铁都回去了。他是在外地出差是吧？对对，那他现在这工作状态是个什么工作状态？是在天津待的多，还是出差的机会多呢？出差的机会比较多一些。他一个心理咨询师要到处跑吗？这是跟他的就是他这个就是事业有关了，因为他总是出去帮助别人嘛，因为都是集体性的心理咨询，然后干预之类的。但是他出去之后的时候，最长的时候是出去了20多天。嗯，就是最普通的时候，他一个月就会有2-3次出去。啊。这个心理访谈类的节目有专家，那时候我失明之后也是很痛苦的，经过3年的挣扎我才走出来的。专家就说了，将来呢最有前景、最能帮助你自己、最能帮助别人的职业就是心理咨询师，最能改变别人的职业就是心理演讲师、心理团体辅导师。所以说从一直坚定这个信念，这么多年知道一些知名老师只要开课我就学啊学啊，自己在天天背啊，全国各地一开始是学，现在呢逐渐着做一些公益，出去一些演讲啊试讲啊，所以说呢全国各地就来回跑。哦，所以你就有点不开心了是吧？对，我感觉他不是特别理解我。
我怎么不理解你了？我也支持你的事业，嗯，我也知道你在外面不容易，但是他总是出去，出去完了回来之后回到家里边，他晚上还出去应酬。就那一次晚上都凌晨一点了，他还没回来，然后我就打电话，他也不接。那次我外地来了两个同学，都好多年没见面了，你见面不得喝点酒吗？饭店呢比较嘈杂，我也没听到他打电话。等我回家以后，他说我给你打电话了，你怎么不接？你又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我把手机掏出来给他看吧，他啪叽把手机就给扔到地下摔了。那我能不摔他手机吗？因为手机本身就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工具，但是我打电话的时候找不到你，那你要手机干什么呀？你们结婚多少年了？15年了。其实这种磕碰难免，对吧？对。怎么了呢？这次为什么就过不去了呢？他总是这样了，我都感觉我接受不了了。你这个资料上面是自由职业，你在做什么呀？在家里开了一家超市。哦，你开超市。对。他能帮你吗？有时候能帮一下吧，比如我出去着急，出去有点事，他会盯一会儿。但是他还有一家心理咨询室，哦，所以就是两边照顾的时候，有时候忙不过来的会。孩子谁照顾？孩子也是我来照顾。你们俩在这个家庭生活上是怎么分工的呢？基本上有什么分工呢？因为他总出去了，所以家里面都是由我来照顾了。就谁的收入高呢？他的收入高点吧。他老出去，你会担心他吗？他每次出去，我心里边都七上八下的，总怕他磕着碰着。我觉得我们相濡以沫这么长时间吧，我能够了解他所需要的。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别人不可能把碗放到他面前，然后把筷子放到他手里，别人也可以注不到这些细节。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下啊？等于李先生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是吧？对。如果他这个在天津的话，其实心理咨询他是有工作室的，对，是可以维持生活的，对吧？对，可以维持生活。但是李先生现在想做的事儿可能不仅于此，对不对？对。你还想做类似于心理疏导这样集体疏导的这种演讲师，是这个意思吧？对对。然后这个职业就需要你到处跑了。对。所以老婆是有担心的，一个是担心在外面吃不好，第二个是过去可能在天津还好照料，他也能顾得到家，现在这样就什么都顾不上了。离得太远了，我也担心。你说句实话哈，孩子也那么大了，我相信你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就挺不容易的。你也抱怨过你和孩子生病的时候他不在，你心里难受。那时候挺心冷的。对，你到底是更担心他在外面的安全，还是觉得他在外面家里没有人给你一点点帮助，更在意哪一个？他帮助我不帮助，说实话是其次的，我真的不在乎。关键是他总出去，出去的时候他带把钱，所有的钱带走的时候，去完成追逐他的事业和梦想的时候，然后把我和孩子扔到这里。孩子需要钱的时候，但是他没能做到，我就感觉心里边不平衡。明白，你意识到其实挺危险的吧？危险我还没，目前还没发现。我指的危险是有可能老婆就没了。你不害怕吗？对，我自己略微还有点信心感觉。咱选一个吧，选老婆还是选演讲师？如果单独两个选的情况，当然是选老婆。行了，乐了啊，这是如果啊，你一定说，但是生活不是这样，是吧？因为这个方面我已经努力那么多年了，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艰辛，一个人走南闯北，风里来雨里去。遇到无数的困难，在外边自己跌倒了自己爬起来，而且有些问题呢也不想打电话告诉他们，遇到一些坎坷。其实呢，你像一个眼睛能看到在外边打拼，他不知道付出多少心血，我的付出常人十倍甚至百倍的努力，也可能能达到别人10%的效果。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还要坚持梦想是吗？不想放弃，因为坚持时间太长了，努力太多了，花了太多的精力了。你哭过吗？说实话哭过，因为他是一个男人，他必须有自己的一番事业，但是呢家里面呢陪孩子时间特别少，我就希望他能够在家里面的时间能够多一些。其实你说我们家有一家心理咨询室，还有一家超市，再加上一些小兼职，生活条件其实不错的。再说他总出去，也有时候也赚不了多少钱，还往里边搭钱。我就想你现在的条件其实没有必要出去奔波了，我就希望他能够在家里待的时间能够多一些。懂，懂。其实你是不是内心觉得其实挺棒的？是吧？这个我不否认，我承认他的确是很独立，很棒的一个男人。好了，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
怎么帮他们夫妻做一些调整呢？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其实我听你们讲述你们哪怕是遇到的问题，我整体都觉得心里特别的温暖。两位的故事我觉得非常鼓舞温暖，尤其是先生在说一些得到过别人的帮助并且想去回馈给社会，让我特别感动。同样呢，这位女士很有眼光，找到这么一个有责任感并且懂得感恩的男士作为老公，但是恰恰我听着听着呢有一点心酸，为什么这么好的两个人
这梦想是不是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我应该是算是一大部分了吧，在内心里边总感觉就是啊，我这是一种价值的重现。生命就是梦想是你生命的一大部分。对，王女士，你有梦想吗？我有梦想。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就是我自己能有份事业，但是为了他，我可以牺牲我的事业。为了也就是说，其实你的梦想就是他的梦想，就是王先生，你有梦想，你的梦想占你生命的一大部分，但是你可曾想过，你是你爱人的梦想？对，梦想没有什么所谓的伟大或者是高低之别，所有的梦想都是伟大。但是我想有一种梦想更高尚，就是把自己爱人的梦想当成是自己的梦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是不是觉得你内心会有点愧疚？是。我一直在想，一个人是被更多的人需要更快乐一点，还是只被一个人需要更快乐一点？你认为呢？这是一个矛盾体。对，很多人都意识到这样的矛盾，所以会本末倒置。他会觉得这么多人都需要我，我有我的价值，所以一个人需要我可能就不太重要。但其实这有本质的区别。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所有的外人都在在乎你飞得高不高远不远的时候，其实你的爱人在在乎你飞得到底累不累。这种区别是什么？就是所有的外人对你好也爱你，但是他们更在乎的是你的价值。但是你枕边人对你的爱是把你当成了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万千个观众说我涂磊好，也比不上我老婆说一句老公你真棒。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到的是你的价值，而老婆爱我是因为我只是我而已，她不会因为我的成功而多爱我一分，也不会因为我的失败而少爱我一分。她爱我只是因为我是我，而大家爱我是因为我是涂磊。你的老婆对你也是一样，你在外面成功也好，你不成功也好，你听见你老婆说了没有？我在乎的并不是他那份成功，而希望他能够在家多待一些。当他长期出差的时候，我担心的或者怨恨的不是他不能在家帮我忙，而是担心他磕着碰着。所以大家对你的爱和家人对你的爱完全不一样。你跟你的妻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她把你看成了生命的一部分，而你只把她看成是了一个帮手，或者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而已。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你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你是失败的。你想用你的专业去抚慰别人的心灵，但是你连自己妻子的心灵都不能抚慰，那你的价值是不是要在世人面前大打折扣呢？所以其实很简单，每个人都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只要想清楚一点，爱好全世界很容易，爱好一个人其实很难。要把一个人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来爱其实更难。但如果你结了婚，你的梦想就加入了所有亲人的影子，当他们在像血液一样为我们付出，为我们贡献力量的时候，我们得分得清楚内外有别。如果两者发生矛盾，在外者和自己的爱人之间，我要选择一个。你选择自己的爱人，没有任何人会怨恨你，因为那是作为一个爱人本身应该做的。无论周围的人对我们怎么好，你始终要记住，我们要把自己的爱人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我相信你不管做什么选择，站在你对面那个女人不会离开你，因为15年她一直就守在你的身边，她甚至愿意为你放弃她自己的梦想。现在难的应该是你，你去考虑。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他们自己，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俊伟，我想对你说，这么多年我也知道你和孩子不容易。其实打咱们结婚，我这样了，你能嫁给我，我就特别感谢你，也特别感动，而且又为我生了两个那么可爱、那么漂亮的女儿，
我一想就特别幸福。但是我的梦想，我的事业已经追求了太多太多的年了，在上面付出了太多的精力，让我放弃，我还得考虑考虑。但以后我会着重能推掉的推掉，多陪陪你和孩子。我希望我们就像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我说的那样，我能照顾你一辈子，我愿意做你的眼睛。我希望你能够在家待的时间能够多一些，多陪陪孩子。我不想你总出去的时候我担惊受怕的。听见了，李先生，听见了。来，那个曲总，你帮我们把他扶下去好不好？那个让曲老师送你下去啊。好，来，请这边走。好，来。来，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PPTV 聚力收看节目的完整。来吧，请开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易贝诗纯净面膜提供的爱情保卫战的纯爱定制礼盒，纯的爱，放心爱，易贝诗纯净面膜。来，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望向你的脸，就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抱抱吧，忘了掀开。请亮灯。你是我的眼，带我越路。李先生，这歌好听吗？好听。好好对待你的眼睛啊。好，谢谢你们。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对，这边走，小心一点。